风台虽然还未热带，但国地少出现淹水状况。原来是本岛加上海水倒急，台南的安平路、甲高雄机场、屏东东港又搁出现淹水状况，民众是感觉真无奈。抽水机不断地把应该路面的水抽掉，就怕影响到用路人，受到大掉的影响。台南安平地区透早九点外，伫个台南门河边的安平路，如果是进水的状况。不过有了前几天的经验，公部门是调派抽水机降低伤害。然后还有八个冰箱都做电告工作，那就以免说房子漏电，还是一些家具啊设备坏掉这样子。没落啊，落我唔敢讲，好像真这样子。同样的状况也出现在安南区城市街一段附近，连续两天都出现淹水的状况，就连堆沙包都无效，水淹入去室内，民众也无奈。啊，早唔去投安尼，啊投是哎，哦是较无严重位啊，哦啊原来有效果啦，哦啊看下规间淹了了。我们事先预帮协助家户预布防水挡板跟沙包啦吼，那今天有起了作用啦吼。不过台南将军车军新是冻水的更棒发挥效果，将淹起来的海水阻挡伫个溪港内面，从来拢无止淹水保护居民。高雄机场以及屏东东港更是连续四天拢受到大雕的影响。海水是不断地往内面淹，规个市场人潮是真少，更有民众要通过淹水的所在，甲塞土路的车起来载人。伫高雄机场上班的民众，嘛是都爱出门撩水，爱做生意的嘛是都爱开门营业。啊，水拢淹到内底啊！啊，内底物件拢全部拢歹去啊！涨上严重啦！今日啊，今日都阿袂啊！今日都打咧淹尔，打咧起来尔。你社群上班都要涉水，对不对？对。年度的大潮加上风台的影响，沿海地区的民众连日受到海水倒灌影响，真艰苦。除了无奈，嘛无其他的办法。记者郑宏南部综合报道。